我进入原始空域，尽早获得秘法，解除虫族母巢的危机。我必须赢。 天才战的选拔不只是为考核，更是为将来的族群战争挑选出合格的战士。罗峰面对的虫族女王，精神念力的数值有些异常。虫族战士的舍身冲刺，往往是为女王的攻击提供掩护，而我。 正是等待这一刻。精神攻击并非你的专属，现在我便要用脉冲回忆攻入你的体内。 系统中原有的数据模型，目前异常已及时排除，但篡改者的位置还需进一步追踪。外族的渗透程度远比想象中要深。这位虫族女王早已超出了系统拟真的范畴，仿佛是完全真实的存在。 第七座第六层，积分远超后面的选手。
果然是压倒性的强大，现在还没有出来的只有罗峰。与虫族战斗的时间越长，我便能获得越多的信息，每前进一层，母巢的战力都翻数倍，正好是战斗预演的好机会。厉害呀！太好了！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帝皇的天平就会完全倾向罗夫和三浦山了。帝皇圣谕，念哈格雷夫管理皇武团多年，辛劳有加，现调遣三名界主担任副帅，驻管要务，布洛林则擢升为皇家礼仪团团长，明日赴任。把我调去闲职，又派人架空外公，这背后肯定是三浦山在施压，区区民间组织因为一个罗峰就让皇帝妥协，外公我不甘心。不甘心也要忍。罗峰距离踏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只有一步之遥，以帝国的体量是万万得罪不起他的。主人，飞船即将离开黑龙山帝国境内。弱肉强食是宇宙的铁律。确实是铁律啊。三弟，恭喜你。现如今的罗峰让我更想与之一战。试炼塔选拔正式结束，排名在前1000名的选手可进行天才战的最终选拔。接下来选拔采取单败淘汰制，公司将会对参赛者进行随机分组，单人对战一场定胜负，胜者可继续参与角逐。以下为最终名次奖励：101至1000名，获10会员奖金，入末世空域。好，11至100名，获100会员，入天地空域。3至10名，获1000会员，入太初空域。12名，获10000会员，入原始空域。1会员相当于10000亿宇宙币，33,0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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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者的保底金额是他的十倍。奖励内容还写着四种空域。不符合常规的特殊区域，四大空域就是经过虚拟宇宙公司改造，以培养天才为目的的特殊区域。上述区域内遍布奇异宝物，当然也伴随着危险。公司的录入名额总共1000人，通过试炼塔选拔的，最终都能进入公司。对我们这些淘汰的人来说，无论分数高低，都让人羡慕。虚拟宇宙公司向来不是供人一味潜修的世外净土。千万年来，
公司曾接纳无数天才，但至今仍旧生还的十不存一。每人的死因不一，但将近半数都是在人族与外族的战争之中牺牲。域外各族一直没有减缓入侵的脚步，公司要培养的正是能抵御外族的天才。请各位做好觉悟，最终选拔很快就会开始。抵御外族，它的紧迫性我已深刻体会到。经过监测，目前母巢处于深度沉睡状态，暂时无虞。我向各国首脑建议，暂不对外公布信息，以免引起恐慌。测试成功，这样一旦母巢内有细微的变化，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。这里很危险，你们不必亲自过来一趟。如果重组母巢苏醒，地球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武者有武者的职责，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义务。虚心。老三，你安心准备米食，这里就先交给我们。在试炼塔中，我发现对付虫族女王最有效的办法是用魂焰对其进行精神攻击，但地球上的界主级女王连呼延博老师都无法控制。那我只有获得更高级的精神类秘法才有几率将其控制。不过此种等阶的秘法存在概率最高的场所就是原始空域。是空域，那我必须尽全力去争取。宇宙巅峰天才战总决赛现在开始。天才战十六强，他接下来的对手都将是天才中的天才。主播王果然没错，场场一击必胜。
强天才，竟然被前无的荣军给灭了！干什么？冷云，蓝庭宇宙国这次的选手很稳啊。公主殿下，救救他们！战争有长辈，我们有少辈。下一场，罗峰对战加莱西。这加莱西的幻术攻击也太诡异了，次次只要一眼就能击败对手。他的精神力极具攻击性，听说有人与他交战后现实里也出现了精神异常，希望三弟能应付得来。我的意识强度在同阶算得上很高了，但对上他的眼神竟依然觉得惊心动魄。幸好我有虚空之塔防御灵魂核心，应该不至于被他轻易攻破，就以武力优势速战速决。一路走来，能从8225亿名参与者中成为最终入围的1000人，实属不易。主人，对您而言，最佳方案就是离开黑龙山帝国。通过拍卖所得的磨砂族皮肤孕育的分身，快完成了。1008个宇宙国，共计10008000名天才，选出7300人入围，其余人全部淘汰。一座第七层，他积分升得好快，已经远远将第二名甩在了后头。因为别的人还在闯第二、第三座塔，他已经在对战飞吼了。早帮我们前五宇宙国的荣军和罗峰，差距有点大啊。相比往届，这次还加入了其他族群的敌人。人族与外族战事不断，稍有失利就会牵动整个族群的命运。天才战的选拔不只是为考核，更是为将来的族群战争挑选出合格的战士。他们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不同的敌人。第五座试验塔，机械族傀儡100具。
这座塔的敌人，给我一种心悸的感觉，这在之前不曾有过。试炼塔第七座，重组母巢。这是第31号古文明遗迹，这也太像了。如果它真是重组母巢，那又为何会出现在地球？Thank you.
心，云仙，如何轮转？无论相隔几亿光年，怎么了？雪心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精神攻击，方强一时陷入恍惚。这番透彻心骨的凝视，仿佛来自宇宙深处。这里屏蔽了外部信号。我得用分身联系巴巴塔。望他明白。巴巴塔，31号国民遗迹是怎么回事？它的确是虫族母城。是主人在人类疆域外的战场上与虫族拼杀后拿到手的。却不料由人类的不朽强者为了抢夺虫族母巢一路追杀，他因此身受重伤。为保住虫族母巢，最后将它藏在地球。虫族母巢竟然能引起不朽的机遇，那为什么当初诺兰山没有打他的主意？我搜索过阿图卡的记忆，发现一条被隐藏很深的数据。诺兰山也曾非常关注这个母巢，但他经过观测后认定风险系数过高，严禁诺兰未接近。恨不得挖空地球宝物的诺兰山就这么放弃了。那虫族母巢的等级到底是多少？界主级。你在试炼塔对战的母巢大概率是经过削弱的。即便是削弱后的魔巢，也仍然可以无限产出虫族战士，利用绝对数量优势将对手淹没。而借助其虫族魔巢，甚至连诺兰山都避之不及。巴巴塔，有没有办法消灭？以主人的强大也无法摧毁。他现在正陷入沉睡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这对地球而言，绝对是个定时炸弹。万一他被唤醒了呢？那不正是你在试炼塔里经历的吗？你就在战斗中寻找应对办法。魔兰已经开闯第7座试炼塔最后一层了，荣军、乌卡等天才也不遑多让。反观罗峰，排名一直停滞不前。面对的虫族女王精神念力的数值有些异常，查询相关异常现象。根据系统日志，近50000年内与数值相关的异常现象共有3次，其中2次的调查结果都指向外部入侵。苍博，即刻命人检查系统。虫族女王作为母巢核心，是首要的斩杀目标。
但他有虫族战士和虫族母巢的双重庇护，只要有一点反应时间就极难命中。那我只能找出比眼神兵更快的攻击方式。首先要佯装与虫族战士陷入酣战，虫族战士的射身冲刺往往是为女王的攻击提供掩护，而我正是等待这一刻，那就来试试这一招。魂印